Fly 和赖神怎么互动上了？原来是为了夏侯惇的新皮肤以及个性动作。不过 Fly 这个道具和赖神的刀相比有点寒酸，夏侯惇的新皮肤确实是有点帅，这老虎特效简直比虎年限定还虎，高达看来是要被大伙抛弃了。这款皮肤与以往不同的是，王者首个主播个性动作将会一起上线，而这个重担交给了赖神。至于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颜值吧。动作是赖神跟动作老师学习的，并且利用技术手段还原到了游戏内。再仔细看这个动作，有点像沈腾老师的那一句你过来啊。获取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可以上某牙搜索个性动作，会自动弹出活动界面，点击领取就可以了。或者在某牙的王者荣耀板块直接点进去，同样也能免费领取。在 KPL 上，谁能先用出这款个性动作，我想夏侯惇群主小胖应该义不容辞。